在昨晚7時左右，布鹿倫波羅科地鐵站發生槍擊案，案件造成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將兩名涉案人員帶走調查。星期二傍晚放工高峰時段，布鹿倫的波羅科地鐵站內發生致命槍擊案，32歲的道格被擊中胸部，送院後不治。道格的一位朋友和另一名退休獄警被警方帶走問話。目擊者說，三人在事發的時候曾經發生口角，之後就演變成為打鬥。據稱涉案三人當中有兩人都處於飲醉酒的狀態。另據報導，涉案槍手是一名69歲的退休獄警，警方仍在進一步調查這一宗槍擊案。曼哈頓東哈林區昨日午夜發生一宗火災，一棟公寓大樓著火，造成有7人受輕傷。曼哈頓東哈林區一棟公寓大樓昨日深夜發生火災，發生火災的公寓大樓是位於東哈林區5大道1295號。火災發生在午夜左右，大火首先從17樓開始，火勢在消防員到達之前已經迅速蔓延到18樓。大火在午夜1時左右受到控制，火災當中有7人受輕傷，要送醫院接受治療，當局正調查火災原因。伊坦柏茲謀殺案庭審爆出重大消息，被告克爾南德茲的心理醫生作證說，被告患有精神病，有使用可卡因的習慣。法官星期二作出裁決，認定被告克爾蘭得知有使用毒品及家庭暴力行為。從1985年到2005年，克爾蘭得知每星期花費100到300元購買可卡因。他的妻子有幾次因為沒辦法支付這筆費用而受到暴力攻擊。心理醫生費斯特博士作證時表示，被告長期使用可卡因，影響他的頭腦思維，導致產生幻覺，最終導致他殺害6歲男童伊坦柏茲。1979年5月25日，6歲男童伊坦柏茲在曼哈頓下城失蹤，案件調查持續多年，但是仍然懸而未決。由台灣婦女救援基金會製作，一部以台籍慰安婦故事為主題的紀錄片《蘆葦之歌》將在今年9月在台灣上映。為了讓國際社會了解中日戰爭時候日軍勞役台籍慰安婦的真實情況，昨日在駐紐約台北經文處舉行特映會，提醒世人勿忘歷史。台灣的婦女救援基金會花費3年時間，以台籍慰安婦議題所製作的一部紀錄片《蘆葦之歌》將在今年9月正式在台灣上映。台灣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康淑說，日前到紐約出席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年會期間，昨日在駐紐約台北經文處舉行一場特映會，讓紐約地區婦女及僑界代表先睹為快。會中又放映了由日本戰爭與和平女性博物館製作的一部在2000年東京舉行國際慰安婦事件模擬法庭的紀錄片《Breaking the History of Silence》，讓國際社會更加了解中日戰爭時日軍奴役慰安婦的真實情況。據介紹，《蘆葦之歌》訴說台籍慰安婦悲慘的過往，緩緩描述出他們內心的傷痛、委屈和遺憾。康淑華表示，婦女救援基金會服務現時已經是老婆婆的慰安婦，至今人數從50人下降到只剩下5人，平均年齡都去到90歲。這些老婆婆能夠等待的時間無多，但日本政府至今不承認、不道歉、不賠償，甚至還想篡改歷史，令到這些慰安婦情何以堪。歸會表示，今年正逢中日抗戰勝利70周年，希望藉由每年的抗議集會向日本政府表達慰安婦的痛苦，提醒世人勿忘歷史，並要持續要求日本政府道歉的決心，為慰安婦爭取正義。有意了解這部紀錄片有關內容，可以上台灣婦女救援基金會網站，網址是 www.twrf.org.tw。
弗赖城市政厅文化艺术中心农历新年的精彩节目《好戏连场》，日前上演了国际知名音乐家谭盾的名作《鬼戏》，由 Momenta Quartet 四重奏乐团和享誉世界的琵琶演奏家周二联合演出。《鬼戏》是谭盾在1994年创作的一部由弦乐四重奏和琵琶互相结合，再加上水、金属、石头及纸等多媒体的音乐作品，共分为五个乐章。作品灵感来自于谭盾细个的时候在中国农村观赏鬼戏的记忆，以乐声召唤魂魄，让巴哈、莎士比亚古老的民族和地土的精神复活，交谈和激荡。这一场由 The Momenta Quartet 四重奏乐队、琵琶演奏家周二以及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 Jason Carl Huang 联合献上的精彩演出，赢得全场观众的喝彩。其中在《鬼戏》中，以琵琶衬托出中国民谣小白菜的周二，高难度的琵琶技巧成为全场的亮点。谭盾的《鬼戏》曾经在上海、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际大城市演出过。据负责策划的弗拉城市政厅华人社区联络员李玉杰表示，鬼戏对谭盾来讲具有特别意义，对于这次在弗拉城演出，谭盾亦都非常期待。李玉杰说，在春节系列节目之后，弗拉城市政厅在4月份会举行公益活动，届时会放映一部讲述老年痴呆症的影片 A Life Inside，探讨以音乐唤醒记忆的替代疗法。他希望华人社区团体共襄盛举，一起参加这一项活动。来到美国的新移民经常会遇到生活、学习和就业等等各方面的问题。位于纽约华埠的人力中心在近期举办了两场讲座，就是专门针对新移民如何申请大学，新移民学生和家长都可以前往参加。第一場新移民大學申請專題講座在昨日下午舉行，人力中心的相關負責人着重對適合新移民的大學專業和助學金申請進行講解，並現場解答有關的提問。人力中心在過去10年來已經成功協助600多名新移民學生進入紐約市立大學和其他學校。人力中心高級項目主管楊先生說，很多新移民對於自己的語言能力都沒有信心，但是從他過去的經驗來看，只要肯努力都可以能夠順利完成學業。而針對新移民擔心問題、學費問題，楊先生就說，通過申請聯邦和州的補助，新移民基本上無需要擔心經濟壓力。人力中心每年都舉辦6次這一類的講座，每個學期開始前都會舉辦2次，下一次講座的時間是在3月12日晚上6點到7點半。本台新聞部已經設立了電子郵箱，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意見或者有新聞線索，都歡迎來信和我們聯絡。郵箱地址是 sinotvnews@mrbi.net。 新聞報導完畢，多謝各位收看。